情逐渐做主了我们的生活。而我们又何去何从？原本热闹的人潮逐渐消失，喧嚣的街道也变得毫无生机，难道只能受疫情摆布吗？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？做主什么？我们可以外出时佩戴口罩，我们可以待在家少出门，让我们共同对抗病毒，为自己做主，做好个人防疫也是一种 amazing。 我的 amazing， 我主张